法院举西门町派出所在4月8号1点左右，接获民众报案，仍没接停车场前有聚众斗殴的情形，经呼叫线上的警力到场，将现场7名男子带回侦办。现场查获犯案的刀械1支，球棒1个，并在事后查缉双方到场聚众斗殴的嫌犯共13人到案，其他的嫌犯正在全力的查缉中。经了解啊，系林男为协调女友向黄姓男子借款偿债的事情，双方相约在峨眉停车场前协调，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才衍生这一起斗殴的事件，造成林姓这个脚受有刀伤，以及吴姓男子手指断裂以及脚部的刀伤，前案将依聚众斗殴罪移送侦办。再来第2件。